现在我和吕米娜已经来到泰米尔街上了，吕米娜 ，Let's go， 我们去这个旅行社看一下 ，Let's go， 吕米娜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哈，这里有飞机，还有汽车哈，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旅行社 ，Hello。里面我们需要去博克拉 ，get 满都 go 博克拉。Sit down, please。里面呢？我要去博克拉。By plane， 我们坐飞机去博克拉。Flight 25 minutes. By bus 45 hours.坐汽车多少钱？我看一下它多少钱哈。明天我们去博卡拉要多少钱？它有汽车，还有飞机哈。飞机是那个小飞机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小飞机啊，小飞机。你们俩，他说多少钱？坐汽车多少钱？好的。我们等一下他哈。这是个旅行社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他们有很多的景点，有很多的景点，还有一些漂流项目啊。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坐飞机的一个情况。中国人和尼泊尔人他的收费是不一样的哈，中国人和尼泊尔人的坐飞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。他还在了解。他们现在在说钱，里面呢？多少钱？中国人多少钱？中国人多少钱？中国一个人。是的，一个人多少钱？我们中国人坐飞机的话，去博克莱。给你一百四十三。$95。博克拉 ，Come on， Kathmandu， How much？Same. 博克拉去加德满都去博克拉都是一样的，$95哈，大概要600块钱人民币。里面呢 ？You come on， 你去博克拉要多少钱？坐飞机 ？By plane。一百人。尼泊尔人250。250，尼巴利芒呢？2500吧。两千尼巴利芒呢？两千尼泊尔芒呢的话就是110块钱人民币啊。我们这个中国人好贵呀、啊。你们呢 ？Why？We go， 博卡拉，你想坐飞机还是坐汽车 ？By bus or by plane？ 你需要什么？你为什么上次的时候你不坐飞机？你为什么不坐飞机 ？Why？ 我有宝贝。你有宝贝，你有宝贝，所以你不坐飞机。You don't buy plane？OK，OK。太贵。因为太贵了，所以你不坐飞机。OK。中国人太贵。中国人太贵，所以你不坐，我们不坐飞机。OK，OK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好的，OK。